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当当自己写自己的春联，来着我都买好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也感谢，就是今年一样有浅浅的陪伴，所以呢，我会在里面就是加了一些就是浅浅的元素进去。然后我觉得可以写自己的春联比较特别，因为可以写自己想要写的字啊，然后画一点小插画，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种过年的气氛然后带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也能就是一切顺利，然后顺心，然后不管是工作或是课业上都可以就是找着自己想要的往前发展。虽然我有点久没有写书法，因为上次写书法应该是国小的时候，不过我觉得书法是还蛮好玩的，然后大家如果无聊的话，过年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写书法，然后陶冶心性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多一点不同的乐趣这样子。有点不专业，因为我道具不多，然后我去买了两支笔，两支毛笔，加那个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先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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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下去好不好？先下去啊！你下去，你先。反正我觉得好危险，你可以不要过来吗？你要打翻了，我会觉得很麻烦耶。
终于写完了，千辛万苦写完这些，刚刚大家应该都有看到。那大家就会想，到底要怎么抽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会这支影片呢，就是放在 FB 跟 YouTube 上面，那就是在底下留言，就是想对你说的新年的话，或者是你新年的新希望都可以，然后就是留言给我，然后或者是说你也想留言说，哎，你想要特别抽到哪一张，就是你可能你要抽到年年有钱啊，对，好，那你就是在底下留言说你想要拿到这个，看许愿会不会成功咯。那如果两边都留言，中奖机会就会高。可是呢，要记得就是中奖还是只有一次而已，就是你在 FB 中奖，那 YouTube 就没有得抽了这样子。但是两边都留言的话，当然中奖机会就会高一点咯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我的祝福，虽然没有写得很好啦，然后希望大家收到就是可以很开心，没有收到也没有关系，那一样大家都希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大家在新的一年就是心想事成，然后各种事情都非常的顺利，然后身体也健康，然后继续来看你的台，这样子好吧 ？OK， 就这样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啦，那终于完成啦。然后刚刚大家有看到就是写的，还有。